没想到居然都在这里！他们都是实验品，全都活不长。带我出去！这种血清可以治疗血液病，甚至延缓衰老。但是每提炼出一份血清，就要抽干五个人的血髓。忍者，一路忠诚无变，这是军人的职责。 够了！这人我见过，每个月的15号，他都会带着一批人登岛，和毒蝎会面。看到爷爷，你快滚，不然你有来无回。现在一切都回不了头了。不要慌，人我们也要救。走啊！有意思。 要的不只是你的命，还有你背后的P姐，我绝对不会让她得逞。